听了是吧？啊，不听招呼啊？他会听，这老婆子不死也没啥用了。你指望他有什么用啊？他现在简直是废物一个，还不如小猫小狗呢，还没叫唤两声呢。他会叫唤吗？就让他干点活吧，捡点瓶子挣点钱，够咱买菜也行啊。听见没有？你儿子发话了，让你去捡瓶子，给我们买菜用。你还能在家待着吗？儿媳妇，我……你什么你啊？我装什么洋相？是不是又想说身体不舒服啊？要不要我伺候伺候你啊？儿媳妇，我……你咋这么多话呀？你咋这么多话？去吧，赶紧！滚！再废话一句，腿给你打断！告诉你啊，把那砖头搬了，然后多捡几个瓶子，要不然别回来。还丑啊！窝囊废一个，咋会有你这种死妈呀？真瞎眼了我！哎呀，行了行了，这我都陪着你欺负我妈了，你干嘛呀？是不是？这也差不多。告诉你啊，你妈今天要捡不过来钱，你看我怎么收拾她。你不能给我吭声，听见没？我帮你踹。嗯，今天啊，最好弄死她。行，听你的。金梅姐，刘玲，刘玲，你妈呢？我妈，她没在家，出去了。你看，今天天气那么热，她干啥去了？就是家里太热了，你看我都抱不住了。我妈她本来身体又不是很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不能怕热，我让她出去逛逛公园，找凉快地方去玩去了，是吧？刘玲，你瞧瞧你。搁我这村啊，说孝顺就说你了。哎，你看婶子，你多会说话，你把我夸的。你这找我妈有啥事啊？我等一会儿我转达给她。哎，有件好事，你妈没在家，这件事我就不告诉你了。好事？哎，婶子啥好事啊？你先告诉我。你没事，我妈一会儿就回来，不要让你跑二趟了，是吧？这事啊，你做不了主。这事在村子跟你妈说，我们这村。啊，出大事了。啥事啊？我咋不知道啊？哎，我也有事，这事啊跟你说也没用。哎，婶子，什么好事啊？好事？傻猪啊，金梅姐，金梅姐，你咋在这儿坐着？你这咋了你这？啊，美玲，是你啊。有啥事吗？有事，我去你家找你去了，也没见你。你这咋了这？你这咋还垫着垃圾啊？让我站起来，我哪站呀？这咋了这？你给我说说，这到底咋了？哎，美玲，我都不舒服好几天了。我想跟儿媳妇要点钱去看病，被她骂了一顿，把我撵出来了。啥？那刘莲跟我说的还挺好，孝顺你，没想到他能这样对待你。行，这一次啊，刘莲他惨了，没想到他这样对待你。金梅姐，我有个好事先跟你说说，我让你啊高兴高兴。啥事啊？真的？谁都别告诉，知道吗？好，自己心中有数，就你那儿媳妇靠不住。以后就自己找我自己。我听你的，我听你的。赶快回去吧，我还有事，先不跟你说了。好。哟，挺快呀。捡多少啊？老婆子。我让你出去捡瓶子，你就给我捡了这几个回来了。你干什么吃的呀？我问你啊，干什么吃的？这几个瓶子你给我吃了得了。你现在长能耐了是不是？
咱家有什么事能是我不知道的？给你个机会说。媳妇，啥事啊？我不懂。装糊涂是吧？啊，装啊！脸打得青了是吧？啊，老婆子。说吧，赶紧。刚刚那个王氏都来了，找你呢。说什么？有好事？有好事咋不找我呢？偏要找你这个老婆子？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呢？说不说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咋住啊？赶紧！妈，儿子，你回来了。妈，我回来了，你不用怕。好，回来好，回来好。哥，哥，哥，呀，回来了。呀，这不是小白吗？咋现在回来了？哥，我这么长时间不在家，你怎么对咱妈的？该怎么对就怎么对啊。啊，让她锻炼锻炼身体嘛。锻炼身体？你俩怎么不去锻炼啊？什么意思？老二现在吃胖点了是吧？要不是小时候我照顾你，能吃那么胖吗？长能耐了是吧？我可是你嫂子呢，要这么对我说话的吗？我懒得和你们吵。古话说得好，羊有跪乳之恩，乌鸦有反哺之意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俩早晚会遭报应。你们俩不养妈，我养行了吧？我现在是没什么本事，但是就算我砸锅卖铁，也不会让那马受苦。哎呦呀，都不学会新词了，带走啊！就你能养我几吗？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在厂里面打个工，看把你能耐的，媳妇都娶不起，还领个老婆子，领走啊！养不起也比你俩还强。妈，咱们走。养着去吧，赶紧走，养好了，咱又少一个累赘。来，婶儿。啥？你们两个，咱还在村里住着，我咋没搬走？开什么玩笑啊！这，我就是这村人，我搬哪去啊？看婶说话说的。啥？我们这村都该拆迁了，你妈没跟你说呀？拆迁啊！那钱呢？对呀、啊，不知道。钱，你妈都领走过了，你们两个不知道呀？啊？啊，什么有这事？你们两个还啊啊的，赶快搬吧！等两年，我们这村都开始都退了。我有事通知你们两个，赶快啊！啊，婶儿，婶儿，几个意思呀？咱俩都啥不知道？妈，我妈。